今天带台湾人来古晋吃个隐藏版的蚵仔面线。你坐台湾人，食看卖啊，食看卖啊。要加醋吗？比较有点不一样啊，有点，它这边是白色的面线，但是我们来试试看味道咯，味道我不确定跟台湾会不会很像。嗯，有台湾的味道，有台湾的味道，而且这个蚵仔很肥耶，蚵仔很肥。